爽哦，明白。等下十八岁，迄个感觉啊，熄火了，你看。熄火了。没事啊，皮带都好的、啊。掉价。我上冒烟了，冒烟了啦，再吹下去就挂了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，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 ，Avian， 环保生活科技领导品牌。耶、yeah, ，听说是修理好了，听说而已啦。好、哦，听说修理好了，这把功课啊，那你跟我讲嘛，跟大家跑这个冲五趟嘛，或者底在哪里，我真的不知道了，反正我还没有冲过了，第一次去不要冲太快了。好、啊，这样冲啊！反正冲过来，看到这里就差不多要停了。啊，我们冲了几次，两三趟应该就知道了。看它会不会断，对不对？两三趟如果断了，那就可以继续放着。OK 哈、哦，上车喽！哎呦，残骸在这。对啊，会不会冲出跑道？我是不知道啊。看起来不错嘞。底了、啊。其实蛮短的。底了。对，到底了。到底了。刚看起来是还不错啊。好，冲了。可以啦，目前无异状，走了。好看，可以吧？好像不错耶，我开车技术还行吧。二档还低耶，好了，再一趟就好了。我觉得要断的话，应该已经断了。走了、哦。你客服来讲，哦，这赞嘞嘞。哎，阿吉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哈、哦，我们这台客服后来修理了什么？皮带换短一点，就这样子啊。就换皮带而已哦。皮带盘没有问题，皮带板是假的，但是换太长，震动修大不？哦，应该就严重诶。哦，所以事情大啦，出等你了对吧？修多板恁用夹诶无？啊，干外较短，你注意甲看即卖就袂害啊。啊，把皮带换短尔，原本诶等伫车顶诶款。哦，对对对，好，我有看，车顶有放两三条的。我即卖咧饲啊，我拄开两三抓，我即卖伫恁家饲。谢谢哦，谢谢阿奇，拜拜。爽哦，明白。等下十八岁，迄个感觉啊，哎，他老懵老，这个我忘记几年了嘞。老车不死啊，逐渐凋零了没有？阿吉有讲嘛，我们皮带太松，松的话就是玩那样抓也顺，或上下那顺，而且顺都容易打断了。所以现在都不会，有比较好的。所以旧的皮带是在车里面，他说就是对啊，可能就是比较长啊，长的话就是这样哇，类似这样哇也抓。或左右海啊，海就是容易断掉，应该是这样啦。那应该没有问题了。我们冲了几趟了，不止五趟嘞，四趟了，还有一趟。是吗？再一趟。好了，我们就上车啦，一定要让它断就对了。耶，很棒。太感动了，老天爷都下雨了，没有，爽哦，爽了，没有，比你野马还会低耶，真的呢，真的呢，我的野马不会低哦，我野马会哦，会哦，还是会哦，只是我不会而已，没有，你就踩油门入档，咚，然后断出去啊，哎，啊，几次变速箱就坏了，所以现在这台车有什么问题？目前呢，我就觉得没什么问题耶。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哦，冷气啦，冷气那个有讲啊，因为这个没开就会漏光了啊，这、哦就是比较老旧的，好像是它的当时设计的这样。反而你不发动它去作动，它慢慢的会漏漏漏又漏完了。嗯，啊，我们上次到现在又多久了？又快半年，又快半年了，可是又漏光了嘛。所以这台车还要再整理一下。如果真的要处理，可能就剩烤漆而已。嗯，好了。现在就开回去，对啊，回去了。换冷媒，换没冷气真的会死人。没有动啊，你这不是冷媒的问题啊。你有开吗？有啊，离合器没有动。我直接把
哈，干得多你，呜、哦，这是鬼我开心干嘛？中间有一个像凸出来，线对对，好、哦，这是好的、欸，啊，这两个变成他们两个完全没有接触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断线，哦，动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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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美女吗？算有一招招的呀、啊，一点两两的，一招招，一招招，因为恁母一心无畏啊。好，要出去招一招，好。怎么了？会不会惊嘞？会不会惊？我没有路灯，没有啊，看不到。为什么？发生什么事？他不动啊。现在是拖不动。我原本没有反应呢。有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。好消息。好消息其实有两个，坏消息是我不开不动了。为什么？他现在的意思就是。你要选一而已，你要冷气就不能开。你要冷气就不能开啊！你要开就不能有冷气。起火了，你看。起火了。还是不有？没有用。看可怜。有可能啦。没事啊。没有吧？皮带都好的、啊。感觉是没有。掉车了。还要再让它吸一下。哈哈哈哈哈！没油哎，这只有骗的，有骗哦，有骗的，没有骗你，不要把我弄得湿哒哒的。干，不是我的错，好不好？ Yes， 身体湿的，没有，冷气都够冷了，冷气哦，很刺激哦，刺激啊！哎，这只不好啦，真正是，我都是白压的。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。耶、yeah, ，安全回来了， hey. 再去找一下巨哥啊。嘿嘿，掉在路会，你知道有啥秘密无？我是讲电梯倒了，无拉链啊，冲袂行，拢袂行哦。叫啥话？你无油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冒烟了，冒烟了啊！为什么？他皮带啊，皮带快液化过了、啊。有没有看到？陷进去了，再吹下去就挂了。我们刚刚都没事。这条皮带已经打滑了，你有看到了？我现在扛凳，你现在扛凳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 Dash S 3，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 ，Avian， 环保生活科技领导品牌。耶、yeah, ，大家好，我是科比传教士。哎、欸，狗福又出现了，出现不知道几次了，这一次应该是最后一次了啦。好，这一次就是要去，哎、欸，去测工毛，不管了。皮带是不能断就对了，应该是那个玻璃板，可能久而生锈还是怎样。我跟你讲，开断我唔知我开掉，我很要你看的咧。我们现在要从这边开到车工，会不会太危险？龙他们冷气，冷气不要开，有吧？冷气不要开、欸。我早上也是这样开过来的、欸。它应该是这样啊，这个我们是新的嘛，换冷机后啊，就是这，我还用成仙，它可能会加倍多。那个叫他都处理一下。那个是都是皮带的。对啊，可以用箍啊。好，走吧。欸，我电池换好啊。欸，叫我换嘞，一触即发嘞。所以不要开冷气，它就不会动到那一个。对啊，一旦开了会紧紧的。哇。哦哦，不要不要不要开，不要开。赶快上车吧，我一直我要电池换的啦，我们要走了。这边看起来还很顺，我就顺顺开就好了，就不要把它拉转就好了。老车就是这样，只能它推站，一定要让它转就对了。我带我的水壶哎。你现在要带水壶。我怕不是我要喝、啊，掉车了，现在上高速公路。哎，这样我们不能测试它有没有冷气啊？快到了再试嘛。不要，看塞车。东西力啊，这个偶尔吹，不会了，慢慢开就好了。没有，我没有偶尔吹啊，这一段一定每天都在塞的。我要倒风。它这是几档？四档？五档吧，我已经打到五档了。卖停来的饿，已经停了。对，你刚讲就停了。我还是不要讲了，就挖出。有啦，那正常如果皮带还在跑，它还可以稍微回充啊，只要不断的话。那上次断掉，你什么发现？电池会亮啊。说中间那个。对啊，哇，方向灯旁边那一个、啊。正常皮带是有两条的话，就是压缩机一条嘛，啊，发电机一条。对。看你断哪一个。断压缩机的话就没冷气而已。对啊，有些在剪啊，分开是这样嘛。有些综合皮带，综合皮带断了就没了，全部都没了。所以这台是综合，是分开。可是它好像有两条，可是那两条又砍在同一个那个轴在对轴承上面。对，看起来顺顺的，蛮好开的，没什么异音呢、啊。你看皮带好好的、啊，
他们的风扇刚已经慢下来，刚还在很大。我刚刚已经都骑我，它会一样再散热。感觉有一些新的东西喷出来。跑那么远了，给 gap 吧，一点点还好。放给他们处理。哎，皮卡嘞，有什么？嗯，是皮卡吧？没错吧？啊，什么皮卡我也不知道。碰到。好了，我们去找我们的车喽。大家好，我是柯B，哦，现在就悠闲的写一下。好啊，车工已经其实处理好了，是后来他们有发现啊，是那个我们的皮带装上去，它没有很正，稍微歪歪的，铺力盘啊，就是那个在跑那个，他说歪掉，所以呢就会吃。刚装上去可能皮带新，哦，这样磨没关系，如果你歪了，就是一直磨到旁边，它，啊，就热了，有时候就会就滴滴掉，或者甚至越来越松了，嗯。本来要去牵车了，后来阿吉啊就打电话来跟泰山说，哎，他们有想买。啊，泰山就跟老板讲说，啊，有人要说啊，如果那么矮的工出力力诶，就直接给他了。其实车子我觉得还蛮有力，蛮好开的。哎，叽叽叽，我的款，那人家计价的准，那么讲的枪呢哈。最恐怖是什么啊？一个告尴尬。来看这集耶，车工的狗。对，那超大只的高山犬，嘿，我骑有只管哦，差不多。哦，好像那骨架那。除非那我们再回来，我们就有机会，不然就没有了，对吧，啊？好，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哦，耶，yeah, ，拜拜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 ，Avian 环保生活科技领导品牌。我就是阮兜无钱，我嘛是什么林志玲算啥？林志玲，对啊，林志玲还是林志玲？林志玲没有啦，林志颖啦。家里有钱，我就可以当，对，我现在是富二代，富二代，富的，富的。